天半夜听到爆炸声响，住户打开窗户一看，铁皮民宅已经全面燃烧，烧成一团大火球，浓浓黑烟不断往前面窜。先出来，先出来。由于民宅堆放大量资源回收物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消防人员到场立刻疏散附近住户。老先生因为行动不便，骑三轮车逃命。我脚下走，我听到高不公平。我当时听到三声爆炸声，就打开窗户看。然后我就马上打119。消防人员敲门后，发现屋主受困火场，由于大门已经无法进入，立刻拿出切割器锯开铁皮救人。啊，来困，有食那种助眠的，是咧隆隆隆，我较迄落的。铁皮民宅火警发生在高雄冈山区，凌晨3点多，大门堆放的资源回收物突然冒烟，没多久就发生闪燃爆炸，铁皮屋陷入火海，好险屋主和邻居全部安全救出。割破铁皮，然后顺利把它救出来。天热，哦，伤热，哎呀，这个内底可能有迄个瓦斯罐，爱爆炸。屋主表情懊恼，怀疑可能是天气太热造成废弃瓦斯罐爆炸起火，而确切起火原因还要等消防局火调科进一步厘清。记者张杰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